总要试一试。傻孩子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可是得了那个花魁？无人应战，想来是得了，但我着急赶来，也不知详情。那便是得了，也不忘我的安排。你自作主张的这件事情，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至于阁下，走，一起走。今日之事是我跟余淮的恩怨，救你并非我本意，你不必记在心上。你休想再骗我！你们快带他走，不然就别认我这个兄长了。走，走，把他给我留下。